接下来的文章啊，我们会看到 Eric 这个可怜的家伙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他没有想到先坐错火车也就算了，接下来连公车都坐错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啊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打电话跟 May 求救。Eric 说 I'm lost。 May 就说 I was wondering what happened to you。 接下来 May 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就跟 Eric 说，难道你没有跟人家问路吗？Eric 说我有问路，但是问了路还是迷路啊。今天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又再看到一次要求 ask 加人 for 再加上你要要求的事情。实际上 ask for 这两个字我也可以把它合在一块儿变成一个片语，就指的是要求，后面直接加上你要要求的东西。所以比如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很久之后，他要求加薪。 After working in the company for a long time, she asked for a raise. 这里的 ask for 的后面加的是加薪 a raise. 而英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跟 ask for 有关的片语，叫做不求回报。不求回报就是什么都不要求，我们会说 ask for nothing. 回报说的是 in return.所以爸爸妈妈经常为小朋友牺牲好多，但是什么都不要求回报。这个时候英文就要说 Parents often sacrifice a lot and ask for nothing in return。 接下来到今天的对话最后面， May 跟 Eric 说，已经五点了，你最好祈祷啊，赶快找到博物馆。今天我们看到了 pray 这个字， pray 这个字就是动词祈求祷告。这个字后面如果加了 er 叫做 prayer，实际上就是祈祷文的意思。而 prayer 这个字的前方，习惯上我们会说 say one's prayers， 就是祷告的意思。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课程内容，接下来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 这个单元。